家庭生活啊，大事不多，琐琐碎碎的琐事，每天都要面对。好。所以呢，遇到事情一定要学会沟通，要理性沟通，好，但是不能理直气壮，好，理直气要和，那你们一定永远幸福满满，好，所以我祝福你们快快乐乐一辈子。家庭生活啊，大事不多，琐琐碎碎的琐事，每天都要面对。好，所以呢，遇到事情一定要学会沟通，要理性沟通。好，但是不能理直气壮。好，理直气要和，那你们一定永远幸福满满。好，所以我祝福你们快快乐乐一辈子。我脾气很不好，可是我知道你们很爱我。我
我又不会跟他常常吵架。那你们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做妈妈照顾爷爷很辛苦，所以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可是我不会，就是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不会让人担心。虽然舍不得啊，还是要把你交给林凯，因为他才是能陪伴你一辈子的人，所以今天就把交给你。虽然是前世的情人，但是这一次还是输了，还是要交给把他交给别的男人，所以真是舍不得啊。那家珍他的缺点啊，说真的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不过他有一个优点，只有一个优点，就像太阳一样，所以太阳一出来之后，星星都不见了。所以我相信林凯可以发现他那个唯一的一个太阳的优点。所以祝你们永远快乐幸福。